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收到了雪花马尔斯绿送给我的神秘礼物。当当当当，看到了吗？这包装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必须得好看，为什么？这上面还有我呢，是不是？摸一摸它。没有没有，开个玩笑啊。现在我就给大家拆开看一看，这礼物里面到底有什么，我自己也没有拆开看过。哇塞，这礼物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我用三个词总结，就是精致、灵感还有潮流。想知道我收到了什么神秘礼物吗？1月23日来雪花旗舰店抖音直播间参与12小时直播不打烊雪花马尔斯绿专场，我将在现场为大家揭晓答案，还将把这份神秘好礼送给你们哦。雪花马尔斯绿，五虎生威，1月23日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